有的他就随顺教化而接受，有的他就不接受教化，那叫有善有恶。那这个业怎么成的？要明，要明。因为说法闻法而成善，能得到佛的福田，这是随顺因，随顺因。那这个缘起呢，就是因因而缘起的。佛的教授诸法，要你能精勤修行，行就是助道，助你成道一个正因。但是这必须得有信心。十位菩萨都是表信心的，总成一个信。文殊师利菩萨让一切众生信佛的境界，那么能信的是现前母的心，所信的是佛的境界。但是你要出发心，它有个次第的。信是从开始到最后究竟成就，这有十个次第，有十种信。昨天我们要料说了一下子，十位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是信心，勤守菩萨是精进心，信了得要精进，信而后，就说是信之后都能够信到不再怀疑了，对佛的功德、佛的境界、佛的果德，说前面咱们讲的，四界成就、华藏世界、佛的现象，真正信，真正的信，信自己的心跟佛的果德平等平等的，完了得要进修啊，进修。进修的时候要精进，勤守菩萨就表精进心的，财守菩萨就表念心的，德守菩萨就表定心的。定呢，就是定到自己的心性，观自己的心性无念，才能定得住。智守菩萨表慧的。这个王华母智慧啊，是不分的。你说有智慧没有？其实这两个是不同的。智是造理，慧是了事，慧解现前，所以一切四法四间相你都清楚，慧属于分别。那我们禅宗开悟，那个是悟得智心，慧不行，理啊能顿悟，事啊得渐渐除。你没经过学习这个事情，你不知道。理上是明白了，通了，事上还是不通的。智守菩萨表慧心，表慧心。法守菩萨是表不退心。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心绝不确要退堕。保守菩萨是表戒心的，觉守菩萨是表法护法心的。佛所说的法甚深微妙，众生呢一直修行呢而不能进入，觉守菩萨的法的护法
护一切众生，让他这个甚深法意能够不退。这就理上说了，有事上说人家破坏佛法，你能够不为一切险阻，不为一切艰难护持佛法。目守菩萨是发愿，发愿是愿心，显手菩萨是回向心，实心从信心到回向心，哎，都圆满了，那才成就一个究竟信心，这到信不退。回向呢，就进入相似佛的境界，信心圆满了，就与住实住，实住的初住，初住。这个时候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。我们就成就一个信心呐，都有这么难呐？从信心到回向心，到底经历文宗了详细讲的啊，这料说一说。初发意的菩萨，现在嘛，我们诸位道友都算初发意的菩萨，就初学，初学。观一切术法入实的因缘，什么是诸法入实的因缘呢？观我们那个一真法界的实相本体，不是现在我们这个实心啊，我们这实心是虚妄的。成就正信了，信完了要求解，求解。讲此信定念定慧，不脱戒护法愿实回向。哎，这实心啊，大家要记得好记的话，就是信定念定慧，这前五心，不退戒护法愿回向，啊，一共是实心。如果你记住这实心了，成就十种德。咱们经常讲德呀，都讲功德的意思。那另一种解释呢，德者是德也，得到的德。说你在行道，行道的时候，修行行道的时候，由德于心，叫德。信心具足了，他就成就了十种的能够进修。经常的是亲近善友，这个善友呢，就是咱们经常说善知识吧，善友有提携的意思。善友啊，经常用佛法熏心你。二呢，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。三呢是修习善根。四呢求殊胜法门，自求胜法。第五呢心常柔和。有信心的菩萨，他不会发嗔恨心的，大慈悲心都具足了，心常柔和。第六，遇着苦难了，他能忍受，招苦能忍，无论什么苦难境界，他能忍受。第七种呢，慈悲心非常深厚，把那个大慈大悲也打了根底了。
常识能关系诸法平等平等，这叫身心，身心能关系诸法平等。第九种德呢，喜欢大乘经典，耐乐大乘。一走到大乘界，那感觉很快乐。希求大乘，有了信位的菩萨，他是求佛的智慧，而且不懈，不懈。没有信心的呢，他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。今天信了，明天不坚定了，又退了，那么以十种德配合着佛所教导的，说佛所教导的是个正教，正教啊是真正的教导我们成佛的，说这个道理非常深，能够亲近善友，凡是佛弟子都是善友，能够听闻正法，听闻教法，这个时候他的福田，福田甚深，福田甚深。三呢，就是业果，业果。现在他的因种的善，将来果一定能得到的。第四种就缘起，这个缘起呢，能达到性空。缘起入法，知道性空之理。第五呢，就正行。第六是助道，方便道。第七种教化，第八种移道。第九种呢说法，第十种呢佛经，佛经经常观想佛的境界。就是依着佛所教导的教授的升起了佛的智慧，相信佛的智慧是真实的，就是这个相信。这十种都很深的道理，都很深的。一种是要他行为说，一种要所说的法说。要行说呢，文殊师利菩萨跟那个九首菩萨互相问答，互相问答。文殊菩萨是表妙慧的，妙慧的，妙慧就通于那个九首菩萨所行的，所行的道。是文殊菩萨问，九首菩萨答。那九个九首菩萨问，文殊师利菩萨答。是用互相问答的方式，来显什么呢？显妙的智慧，因为以智慧以慧解，能够成就你的修道的道行。因为信是为主，其他九首菩萨所答的，那文殊问乃至他问文殊师利菩萨的，这都是差别因缘，把这个差别因缘同归于佛的境界，一心而生结，一结而修观。大意呀，这个问名品的大意是这样子的，以下的经文先说说他要问的大意。觉首菩萨不觉，就是流转生死，
绝了，就生死逆转。逆转就是返回回自相，返那观，观自己的心体，把这个业转，不让它转了，停止的业，把那个不觉的流转停止了，开始入觉悟的法门。问大概有五种，总设有五种。一个问所为，二个叙述问的定义，三者问定所问，四者会相为，五是本文，分成五个题目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智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，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供佛斋天暨供送普门品，恭请慧泰法师、湛山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2月15日星期二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，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，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，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，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，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，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，愿使正法常驻人间。佛所行赞中说，佛说一切师，法师为最胜，人思行才师，行法师者难。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，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，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，一起走向菩提之路。感恩您的共襄盛举，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，聚沙成塔，福慧圆满。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银行网络转账，银行代号005土地银行，转账账号012-001-197-388，012-001-197-388，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、收据、开立姓名、联络电话、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，
03-989-8787 或 email knifetv.net@msa.hinet.net 服务电话03-989-9319 03-989-9319。若有众生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，一者处世无花，二者身无臭秽，三者拂香戒香遍诸方所，四者随所身处鼻根不坏，五者超胜世间，为众归养，六者身常相结，七者爱乐正法，受持读诵，八者具大福报，九者命中升天，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。若复有人于如来塔施花供养，功德有十，何等为十？一、色相如花；二、世间无比；三、鼻根不坏；四、身离臭秽；五、妙相清净；六、往生十方净土见佛；七、戒香吩咐；八、世间因众得大法乐；九、升天自在；十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以花供养佛舍利塔，获如斯果。我播涅槃后，其由众生以众宝物供养舍利，乃至亦称南摩佛、亦礼、亦旋、亦合掌、亦花供养者，令彼一切随于三乘得不退转。散花供养圣，奉人名花香，月星天人尊，离欲安无患。尔时复有一天女，头上花蔓，光明晃耀，供诸天众，来及善法堂上，使诸天众见是天女，深悉有心，十天地势以祭问曰：如习作何福？身如真金具，光色如莲花，而有大威德，生出微妙光，
面如开敷花，光明甚巍巍。以荷叶行德，唯愿为我说。天女即便说记答言，我习以莲花供养迦摄塔，今日值世尊，得是甚功德，身处于天上，得是金色报。复有人施涂香供养如来之塔，或十功德，云何十种？一、鼻根清净；二、身离臭秽；三、身妙相结；四、形象端严；五、世间恭敬；六、乐法多闻；七、尊贵自在；八、声誉遐布；九、命中升天；十、速证缘寂。如是十种功德，布施涂香供养如来舍利之塔，或思甚报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